是为什么？保长安黎民，你是第一天来朝堂观察吗？靖安司乃太子在圣人面前的头一份使臣，李斌自然是图个办好，取悦太子。京兆府给了消息，当年万年县县尉谭同寿被张小静谋杀一案，另有隐情。 建安卷宗直言两人因公事生了嫌隙，但京兆府还有一份秘藏考古，是谭同寿从人自杀前所供。天宝二年八月，熊火帮于安邺坊第六街连续打杀百姓，伤人伤仆五人。谭同寿带不良人赶赴现场，却是围观不捕，并于结案书中言是这些被杀者先动的手。张小静杀了熊火帮34人以后，谭同寿。 才责成张小静手下不良人抓捕张小静，也未曾反抗。后来，谭同寿独自审问张小静时，不知两人说了什么，突然就被张小静殴杀。安邺坊第六街，安邺坊第六街，工部后来在此处建成了小波律师馆，就是省人要有消息，可确切。 京兆府密信，你又是如何查出的？三女查问得知。三女此人还算可用。张小静是如何被京安司选中的？大案读书。从平康坊到此处，邀功走了半个时辰，去哪儿了？京兆府。我就想不明白，张小静，她亲手杀了自己的暗桩，又自断一指赔罪。啊？自断一指？对。难道她只是为了给京安司查案？你又不能给她什么好处，她凭什么如此薄命？不合情理。 他的注册经历我看了，杀34人那一段说的模糊，我去到京兆府找朋友聊了聊。张小静能一举击杀凶火帮34人，原是为了复仇。凶火帮结伙骗几个百姓到茶楼会谈，带人家一进门，就逐一将人刺死。死者其中一人。 程曦不良人常见张小静出入此人家中，似乎两下交好。此人名叫文无忌，你也查到了。此次查案，张小静如此薄命，是不是另有所图？张小静的注册经历。 为何对其罪有语言不详？这些年，我当卷宗案多，大不如从前，都记得疏忽草率，语言不详，四成不是不知道。那徐主事怎么知道张小静符合我的要求？不是徐某知道，是大案多数知道。不能再等了，我们必须现在出发。我是官府的人，我有内情。 江湖的丑闻，别想拖延时间。王根儿，动手！好。
别粗手粗脚的，王将军的女儿可是王的贵客。无人染上那个。你也是被太后进来的吗？花儿，长安玉兔，你阿爷要是在三港河见到你，我也很高兴吧。不要长安全土。 只要一处，只要我们攻击此处，长安就怕了。还要让我们全身而退？那你们要哪儿呢？你觉得哪儿合适？你叫什么？郑小静。郑小静。 叛逃，武职服色，当过兵。我阿爷说过，大唐军事，敌人面前宁死不叛。你阿爷只是看过敌人从前面冲过来，被人背后捅刀子的滋味，他还没尝过呢。我阿爷说过。 很多时候，别人怎么做，他管不了，他只能先管好自己。这话，有人也总说。先别管别人了，咱先办好咱自己的事儿。这援军啥时候到了？咋了？援军不到，还不当大唐的兵了。 我往那边去。此时要是我还回不来，以后你得去长安啊，我女儿由你负责。你干嘛？啊？还要去打狼啊？我等着吃肉过灯节呢。南边也有贼人。当时派熊仆的时候，要知道南边有贼人，打死我也不成等。现在没辙了，说都说了，我得去办。那一起。 你负责围狼，我补狼。